的声音感觉就是口气会比较好，但是力度出不来，但是他的声音就会很，他的声音很平均。他的声音非常平均。你懂我说的吗？我担心，我特别担心，我特别的担心，如果到时候怕连累周深。有请第二轮出战的孟慧圆和他的帮唱嘉宾周深。有请带来合作表演，怎么了？真的，我觉得比彩排的时候好100倍。我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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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第一次抄嘉尔的话，但是我说的是实话，这特别好。然后周深今天演唱真的帮了这首歌又达到另外一个全新的境界，特别美，特别棒，真的，谢谢谢谢，很喜欢很喜欢。其实周深的嗓子在业内那也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非常吓人。所以当你得知，你帮我捧的也太高了吧。当你得知跟他合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一定会对这首歌有一种更加的会有对话感，更加的用他的那种感情来诠释我的这一首歌，我真的很感谢他。谢谢。周深呢，什么感觉？当时这首歌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然后和一个钢琴在唱嘛，然后我听完第一遍我是不太懂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歌，他说就是当一个人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只能够自己不停地喃喃自语，分裂出了另外一个自己，自己跟自己去对话。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两个人合唱的版本能够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回头看一下你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可以让你去倾诉，你不是孤独的，你身边还有很多人会一直陪着你。对，谢谢。好的，各位，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来投票的时间了。如果你喜欢欣赏并且有冲动去推荐这首歌，请投下您公平公正的一票。是可以多按几下的。我很少看你这个状态啊，肖老师。我真的很想像嘉尔一样顺其自然，但我真的很在意。接下来是我们50位专业评审投票的时间。这盘怎么了？哇，压力很大，因为我也很害怕别人听完我们俩合唱怎么了之后会看不懂。投票结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投票箱搬上我们的晋级区。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专业的评审来分享一下自己刚刚选择的理由。今天孟慧圆你的表现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强的冲击感，因为今天周深老师说实话他的技术他的唱功太强了，而且他在整首歌的表现让我会感觉到这首歌是他的作品。慧圆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因为我很喜欢他身上一些特质，很原生态的一种灵性。我觉得今天和周深老师合作呢真的是压力挺大的，因为像跟这样一个唱将一起对歌的话很容易暴露自己唱功方面的一些弱点什么的。我确实不能够接受，因为大家既然说周深把我的梦慧圆给淹没了。这首歌曲其实孟慧圆唱的时候是非常像一个都市剧的一个画面，然后周深老师切进那个歌声之后就把整首歌曲感觉像是一部新的穿越剧。虽然今天孟慧圆其实声音现场可能有一点紧张，但是不要忘了毕竟你对面站的是周深老师。还有就我觉得孟慧圆的创作就像老肖俊腾老师说的，他有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一种魅力，可能他自己写旋律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结局。就像这首歌曲的副歌，他其实用了一种非常短非常收的方式就直接处理，反倒有了一种意犹未尽的一种非常的延伸的一种意境。我觉得其实下一张专辑，周深老师下一张专辑可以提前预定那个孟慧圆的作品，真的，谢谢。